哇，波波姐，你今天好漂亮哦！你没有发烧啊？你怎么会叫我波波呢？我没有发烧，那是因为柬埔寨人呢都很喜欢你波波的角色。哦，是吗？我听说啊，柬埔寨近年来发展得很快，很想去看一看。我很熟的，我带你去。好啊。听说 PPCTV 这次带我们到那里宣传，你也可以是天使，和那里的粉丝们近距离接触。其实我也很期待的。那什么时候啊？5月23到24号。想知道如何赢取入门票和我们见面，请看以下的指示。